曼加拉最高法院判处一个伊斯兰政党嘅高层领导人莫拉死刑。莫拉被控喺一九七一年独立战争中犯有战争罪行。较早前一个战争罪行法庭对佢做出判决被认为过轻。喺星期二，曼加拉最高法院做出裁决，判定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莫拉因犯有反人类罪应处以死刑。 此前莫拉曾经被判处终身监禁。今年一月份，莫拉被判终身监禁之后，爆发抗议活动，导致曼格拉议会修改有关战争罪嘅法律。新法律允许政府对任何被视为不适当嘅判决提出上诉。今年交早时候嘅抗议活动导致一百多人死亡。莫拉系战争罪法庭做出宣判嘅第一名被告。